故，阿龙的阿公家，阿龙的阿公妈，阿妈话是医生话，伊想要让奶奶更好，换一个医生，这嘛是真好方法啦。吴瑞姨呀，我们家老了，我真好耍，你奶嘛在到老嘞，我想做医生，医生好好心，你奶奶老了，我去干嘛？这一切拢是你做决定的，那下辈子怪个医生遐去，不够诚实。